王子就是进攻王国的时候，然后黑巫师走，就是跟王子说黑巫师走了，他在水底下建了一个孔雀王国，然后这个巫师就很想找到红出来的公主，因为他想有够多的魔力，然后他因为有魔力，所以可以召唤出灵蝶，灵蝶就是蝴蝶会帮他做坏事。等王子回来，发现孔雀的公主不见了吧，然后就要夺回这个宫。他巫师已经召唤了整个王宫，也王宫里也派人去杀那个王子，然后王子想夺回这个国家，然后他就也最后他找到了就是Later。拜拜。这是刺猬吗？炸了锅了，是不是完了？对对对，是二号装。二号装。快点去！快快哥！谁呀？谁呀？谢谢。来呀，干活。对呀，干活。